由金牌导演董志强执导，黄志忠、吴刚、左小青主演的谍战情感剧《我的绝密生涯》4月28日在江苏盐城大纵湖影视城进行了开机拍摄，两大视帝影帝的对决更是让观众们拭目以待。《我的绝密生涯》主要讲述了流苏商业奇才关玉达误入谍海九死一生的故事。对于吴刚来说，这次的角色又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这个角色，我觉得我没有演过。我想其实我还是喜欢接受一点挑战，我没有拍过的戏，没有诠释过的人物，我都想来试一试。那么这次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这个里边他是我这个人物是一个国民党的这个蓝衣社的一个创始人之一，他对自己的信仰非常非常的坚定，他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为了他的理想来做的，我觉得挺有挑战，真的挺，而且还挺有难度的。我在这两天正在潜心的琢磨，看看怎么能够把它拍得不一样。